Konnichiwa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去一间日本人都好中意行嘅本土时装店，佢就系 Shimamura 啦。Shimamura 全日本超过2000间分店，系日本第二大嘅连锁服装集团。男女老少、小朋友、大人的衫裤鞋袜基本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，而且价钱还相当之亲民，大部分的产品都不用2000日元。这里的价钱已经不是贵的了，有时候还有特价的产品，就好像这件 T 恤那样，700日元就有交易了，是不是很划算啊？而这一款假两件的衫都是900日元，还有其他颜色添的。呢一边呢啲男士嘅和风短裤咧，仲有唔同嘅长度同埋花纹添噶。啲物料咧摸上去咧好滑好舒服，仲要系吸汗快干嘅添，而且价钱咧都系890日元就有交易啦。至于呢件红色嘅咧，望落去咧都几抢镜，但系又会唔会 over 咗少少呢？咦，发现了这件衫咧有两部风扇喺度噶，夏天热辣辣出街，怕热的朋友就唔惊啦。摸落咧又唔会好重，价钱就要5000日元。浅色、深色、有领冇领都系1290日元就有交易啦。呢一啲冇袖嘅运动衫又唔知啱唔啱你心水咧，都系1490日元。这一边咧，仲有啲 colorful 少少嘅运动衫同埋运动长裤，运动长裤仲有 size 分添噶。呢一啲和风嘅甚平咧，我就觉得几靓啦。大只少少嘅朋友咧，仲可以借住佢遮下啲肉仔，可爱得仔。咁不如拣呢一套啦。衫同裤加埋一套2200日元就有交易啦。夏天热辣辣呢一个超酷嘅系列咧就相当之受欢迎啦，听讲啦着落去咧仲会系凉凉地嘅。Shimamura 仲会不定时同唔同嘅品牌有 crossover， 呢一件迪士尼嘅 T， 大家又啱唔啱心水呢？休闲衫有，翻工衫咧亦都有噶。呢度嘅恤衫咧有唔同嘅颜色同埋款式，价钱咧大约系1000-2000日元左右啦。大家望下，太都有咁多款式俾你拣啊，仲有日本制添噶。呢一度咧，仲有唔同运动品牌嘅袜仔，浅色、深色，就连混合色都有啊。三对一 pair， 价钱都系850日元左右咋。呢一边咧，仲有唔同卡通人物嘅物仔，角落生物、宠物小精灵、星之卡比、蜡笔小新啊，仲连安妮亚都有啊，安妮亚。呢一啲拖鞋咧，唔同颜色、尺寸同埋图案，价钱咧290日元咧就有一对啦。去花火大会睇烟花嘅浴衣同埋袜子咧，都可以喺呢度买到噶。而呢啲套装一套五件，有埋对鞋同埋把扇，都系5700日元咧就有交易啦。
买完之后怕不识着，不用担心，里面有陶教你点一着的。姨妈姆啦，仲好跟贴潮流，佢哋会邀请好多人气嘅 KOL 喺 IG 上面分享日常嘅穿搭。呢一边呢啲咧就比较少女少少，我觉得佢最好嘅咧就有埋模特儿喺度，教你点样去衬得靓靓。呢一啲平时出街翻工配搭都 OK 啊，嗬，价钱都系千百 yen。女仔出街成日都要转款，又要配衬下唔同嘅衫，都几头痛噶。佢会同一啲时尚触角嘅潮流网站合作，精选铺头入面一啲衫，配衬埋一套，有晒效果图摆埋一齐。在这里看啱就可以在下面货架度成套买走，真的很方便的。好久之前最初来到日本，我们都会走这间的时装店，但感觉呢啲款式就好像很老土，所以头几次都没什么收获。但是呢有时在街上看到人衬衫都挺好看，问我呢原来才知道是Shimamura那里买的。可能是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种类了，摆放又有少少凌乱，所以我们索性得闲的时候就再来这里用寻宝的心态过来看看。这些包包现在拿去野餐就一流了，等我都揀一个先。这里的手袋、真是多得夸张、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颜色都有。啊，这个大家又觉得怎样呢？应该不会撞色了吧。皮带呀都是490 yen 就可以买到了，真的好抵呀、啊。高质少少，日本制的都有，都是890 yen 啫。呢度鞋款的种类啊，相信可以满足到你不同的要求啊。Shimamura的波鞋。咁大个 logo， 太过抢眼啦啩！波鞋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女人鞋俾你慢慢揀，有踭冇踭都有。仲记得雨季嗰阵，我对靓靓水鞋都喺呢度买噶。呢度啲凉鞋仔衬衫都好靓噶，小朋友通常见到呢啲火车嘅鞋仔同埋衫仔咧都好开心，你睇呢一对几得意，仲好抢眼添噶。呢一对都唔错喎，粉红色。如果打份工唔系要着制服翻工嘅话咧，相信成日都要买唔同嘅衫翻工。但系嚟嚟去去都系嗰堆衫，就会好闷，同埋会俾同事笑噶嘛。好彩呢度就会帮人解决呢个咁头痛嘅问题啦。星期一至星期五嘅衫衬好晒，放晒喺度，真系可以谂都唔使谂，睇啱咧就可以一手攞十件八件走，洗干净，下个礼拜就着得啦。
新鲜人啱啱出嚟社会见工或者翻工，未必花得上几十万英去订做一套西装。呢度咧就提供8700英一套三件嘅西装，真系帮到唔少啱啱出嚟做嘢嘅后生仔女噶。呢啲斯文简单款就最易衬噶啦，等我都买翻件先。牛仔裤咧，我就觉得点都有一件半件喺屋企看门口嘅。似媽媽啦，事實上咧，佢真係又有一啲婆婆級嘅衫。好多時候咧，一眼望落去咧，初哥上以為佢好鬼老土，係因為咧佢賣嘅衫年齡層咧實在太廣啦。呢一度嘅童裝布華仲非常之大啊，由啱啱出世嘅 BB 去到十幾歲嘅小朋友嘅衫咧都有得買，390英就有交易啦。Miffy 呢件咧就够细靓同埋抢眼啦，呢一件都几型仔，连呢件知名品牌嘅小朋友衫仔。991就有交易了。咁啱呢期做紧特价，小朋友嘅衫啊，真系好抵买啊！呢度除咗衫之外咧，婴儿同埋小朋友嘅用品咧都有好多好多，同埋好多啊，可以俾你慢慢拣啊。呢一度咧就连小朋友嘅甚平都有啊！呢件嘅颜色咧系咪都几靓啊？都系1790英咋。除咗大人嘅浴衣，仲有小朋友嘅浴衣，着埋一套一齐同屋企人去花火大会，真系好鬼可爱噶！如果大家嚟日本玩想买衫嘅话咧，就可以行下呢个香港冇嘅时装品牌啦。希望大家中意今集嘅内容啊！未订阅嘅朋友记得订阅，仲有分享同埋留言啊！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